这把，不累，就拿着这个要学磨一下就累了。我去拿一把铲子，你看，我们有一把小的铲子，像我们老家用的那种。铲嘞？啊？铲嘞？不像。我这，我一切都把房子翻了，都没看到。 哥，你在干嘛呀？<笑>我要来扫点帮干嘛？我这拿来磨一下这个，那把草伐不动，你看这那么厚的，就是啊，没洗，我们拿去。这么先进呢、啊，要是还有这个东西啊？ 不知道，怀疑为了磨刀石来磨的呢。磨刀石磨得了吗？是不是要说？这个磨得好厚啊！你看，好了，要说，好了，就到我这个了。 这里呢？快，他这个东西，好的，好的。快点，你看这个刀的这么快，你摸一下。哎呦，真的是刺哦，还是别碰。你传了个草草的话，轻轻的就。轻轻耶，要是还厉害，谢谢要是。好嘞。来来来。 干嘛？那个药膏贴没有嘛？贴的。贴都没有用啊。贴的呀。拿那个药膏贴多不行啊。贴的有啊，你看嘛。我说都行不嘛？我就知道。晕得很，融得很。你读书好没有嘛？今天好多了，昨天有点头痛。今天好多了，今天。你去看没有？昨天看了。哦。 你就不要说太多，生活在这两天就休息。我今天今天都耍没打会儿。我就是耍就耍一下子。那个，耍的。今天我睡一会儿，睡起不舒服，又起来，起来不舒服又不睡。不要去弄啥啥，我说这个不累的，我抹了两把，我们爸爸妈妈拿去去用，我说用拿来给药水给我抹一下。抹噻。厉害的很。啊，抹过了好穿的，一会儿穿干了。哦，就是。 那个草真的很，我就算一下，然后那个，咋子？你多休息一下嘛。我休息，今天都没干活了，不干。吃点心吧，那要是辣椒多喝。没吃辣椒。我他小的那个上火也是恼火的。我走了。好。<笑>你上去耍不？哎呀，没事的，我看我。 看我砍的草子，我又不给你搬着走，上去不？哎呀，哎呀，上去耍了，吃饭又啥来着？啊？不去，不去呀，那我收了。用我背你上去不嘛？用啊，你说用啊。<笑>我上去了。 喊你不来，我就收了。我收你收了。你不收啊？哎呀，那面在屋里。那我收了。这什么花呀？这什么花？连那个是红的，差不多嘛。那个是红的，它还有黄色的。 那叫什么花？彼岸花，彼岸花，彼此的彼岸，边的岸。彼岸花。嗯，我等一下去搜索一下看，就是。是啊，彼岸花，你收好。哇，好漂亮！我还没。哎，昨天才看见，去年没看到有啊。去年也看两朵，看了两朵。哎，去年没看到。那样子可多得很，快10多朵了，一张钱一盆，多好看。
我这个花真的是不好养哈、啊。好养啊，其实，它一头就只有疙瘩了。你血压变高的话，你就吃东西都不要吃辣很咯，盐都不要吃太多。没有盐，我是那是，那肯定是我有的是偶尔的，那是对你喝了这来看了就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哦，今天又要正常的那种。嗯，要的，熟一点，照顾好自己。加起来妹子太热了。这个是我二哥。
看见我二哥来，帅哥，嘿。看这个就是十个的房子，这个